尽管嘉义市的市长大选确定延期，但是国民党籍市长寻求连任的黄敏惠心情没有受到影响，依旧发挥母鸡精神，在十八号晚间带着党籍的市议员候选人在文化路扫街，现场感受到热闹滚滚的嘉义市街区。由于过去黄敏惠强调努力拼经济，他现在也表示现在的街头人潮证实了四年前参选时的政见已经落实。